950906啊，一款希诺种的满圈满色的茄子色圆条浮轴，这个是一个茄子色，颜色是非常正非常辣的一款啊。在表面呢会有一些棉块的这些小棉的一个聚集啊，不过呢这个是翡翠的一个特性啊，一个特性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些也会有一些小棉块，对，小白棉块在上面，但是也可以整体的看出这个手镯的种是非常的细嫩的啊，细腻的，细腻不是细嫩，细腻的。在这个位置呢会有这个苍蝇刺的一个体现啊，一个苍蝇刺，它迎着光会反光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底妆啊，底妆是非常厚实的，也是非常干净的，没有明显的矿杂或者是黑点之类的东西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底妆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干净，非常漂亮的一只。我们试一试它这个上手的效果，看一下，非常漂亮的一只帝王紫。